定是校长办公室有问题。对，隔着很远就看到了这里的黑烟。先进去看看吧。嗯。啊！糟糕，弯着的那三个入侵者不见了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这容器可是我专门加固过的。开什么玩笑？他们绝对不可能逃出来。啊，没有尸体的味道，看来无人伤亡，爆炸只是个遮掩。遮掩？遮掩什么？大家快看脚印，脚步整齐，甚至没有挣扎的痕迹，看来逃脱得很顺利。啊？校长呢？他最有可能是目击证人。啊。这个照片是不是换一个比较好？这么严实，谁能认得出来啊？经过最近的事情，总觉得学院不太安全。我们倒是无所谓，人少点挺好的。确实，安全问题上漏洞百出。你们不觉得巧合太多了吗？也许这里面的事情并不简单。没关系，你们不用大惊小怪的。毕竟我们一学期要经历好几次这种漏洞呢。锵锵，学生们，为了安全着想，大家不要分散开，今晚就委屈大家在教室休息了。太好了。